我超喜欢那个男孩，就这个戴，就是这个，我特别特别喜欢他，知道了吗？就这么喜欢，但是，你要结婚了就不是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会离你。 远远的，然后我们以后分道扬镳，相忘于江湖。真好不容易回国来整个西餐厅，好吧？但是哎，在那边中餐又特别难找，好吃的。点菜。好，德胜娜，你都快钻进菜单里了，点多少是多啊？嗯，那就多点点呗。说的是这个，今天随便点。啊，这俩太够了。可以。 有什么都给我等他们两个到了，再让他们再加吧。来，咱们仨走一个吧。嗯，没问题，崔爷爷，你的项目你放心，我明天就跟黄教授说，一定给你安排。这又交给你了，师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吧，没问题。不愧是鸡翅，特别辣。还行，他那个事儿你也下班了，我在国外那个一年了都。来了，来了，知道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自觉点啊。人齐了。 今天呢，张小燕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，来，哎，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，嗯，怎么不是天大的事儿？哎，天大的好事儿，你知道？能有多大事儿啊？你说，我说，嗯，哎，没多大事儿，是是是。 嗯，张小燕，我喜欢你。妈呀！别，不等。哎，别！哎，拿起来录，录高点，这角度不好看，你高点拍我，好看点。 快点，你也录啊录！我没你坐下，你坐下。你让他们录，我要让他们明天能替我证明一下，这样我好不反悔。张小燕，陶淑娜，你喝多了，你赶紧坐下。我喜欢你很多年了，本来你回国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，因为。 我觉得我有机会能再跟你表一次白了，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你回来是要结婚的，张小燕，我有多喜欢你呢？哎，大家看这里。 我超喜欢那个男孩，就这个戴，就是这个，我特别特别喜欢他，知道了吗？就这么喜欢，但是，你要结婚了就不是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会。 离你远远的，然后我们以后分道扬镳，相忘于江湖。就这样，拦一下，我们脱鞋。哎哎哎，哦哦，不是，烟，哎，你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夫了，你别。 让别人看到你还我！你到底从哪儿听说的呀？我都看到你女朋友发的了，什么兜兜转转，还是那个他，别骗我了。哎，不是，不是的，你误会了。你听我说，陶淑娜，你自己一个人现在喝醉，怎么回家？等等，你认识人家吗？哎，来接我了。你是谁？戴一。要你管啊！
哟，你怎么喝这么多？他没怎么着你吗？啊，回家。走。你认识他吗？陶淑娜，你是他朋友吗？张小燕，你认识他？离他远点。 祖宗啊！来，起来了，到家了。干嘛呀？怎么了？到家了。谁让你接我的？我大姨呢？是你自己翻的位置给我的。我不用你扶，不是我大姨告诉你，能够帮我跟我大姨说。走，哎，你都走不了路了，不用你扶。到家了。这说了不用扶，你还扶？ 我这什么都没事，那么臭呢？垃圾，对，他怎么着你？没事，我能怎么着他？我是他朋友，我揍他回来的。你谁呀？我是他姐，你谁啊？我是他朋友。你说你是朋友，我就相信啊。他叫什么呀？娜娜。那是我刚才喊的，你才知道的。哎，我跟你说不清楚，来来来来，把钥匙还我呢。干嘛呀？你别过来啊！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还动手？ 哦，哥们儿，讲义气给我送来。给。哥们儿，你是不是醒了又颠了？嗯。是一哥们儿。嗯。我扶着上去。快，你赶紧把这个脏东西赶紧丢了，快搭把手，快。什么脏东西？你说我是脏东西？不是不是。哪有脏东西？哎，别晃我。慢点。嗯。哎呦喂。 喝多了是真沉，这是啥？我自己会走，对我。好，哎呦，你这样，那，没事，你靠我这样，倒杯水吧。来来来，靠张小燕。啊，你也爱收集瓶子？嗯，一点小爱好。那个。 嗯，谢谢你送他回来。收集瓶，我也喜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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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娜娜，你失恋了？是你一直暗恋的那个人？妈，你别了。